兩個唔同嘅文化點可以走埋一齊咧？要好多嘅適應，自己可唔可以去到呢個太北嘅山區裏面生活噶？咁同埋我自己同阿坡拍拖係咪真實嘅咧？係咪真係可以嘅咧？我想跟 Milky 說，我一生一世會愛你，也會好好的照顧你。星火飛騰，6月27號同你見面。